你这个猪啊，但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哎，卡总，要不我们先送阿飞他们过去吧？送到哪去？他们选好日子了，今天带孩子去爷爷奶奶家呢。哦，那行啊，可以。嗯，去阿飞，你把他们接过来。不，没事，康总还有小芳，我这个就不麻烦你们了，我自己带王美丽还有孩子，我们自己打个车就过去了。人家康总妈妈那边还在等你们呢吗？哎呀，没事，我那边不着急，你那里应该也不好打车吧？就先送你们过去吧，没事的，宝贝。对，你去吧，快点。等你们，没事，你快去。哎，他们过来了，小芳。啊？他们过来了，阿飞他们就过来。来了，来阿飞。美丽。哇，快快，来，快下来。快点哦，美丽今天好漂亮。做好了吧？嗯，好，走吧。出发了。现在王美丽孩子都生了，你才过来说这些事情是吗？你这个猪啊，但以前是以前，现在你就是不知道呀。不好意思啊，真的，你不能去，美丽，你很好，但是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跟谁在一起是我自己的权利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现在你就给我滚！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你再这样，我肯定不会再生你这个妈。走，我演了，拉我到底。滚开！美丽，快上车。喂，哎，卡阿姨，然后才知道我老婆
我妈了，然后我妈现在不见了是吧？对，你现在哪里有空的话你过来看一下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哎，好的，快点。好。怎么回事？阿鲁说我妈不见了。你妈不是在你阿姨那里吗？对啊，好像她那个儿子好像过来找了。那我们现在过去找一下吧。没事，阿姨。